那这一次一样是35抽保底，来看一下这个十连抽哦，明天才上啊，了解了解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树。好像十连抽不会有那个特效哎，好吧，啊，只有单抽会有这样。哦，这一次有几张啊？好像七还是八张吧？五张 new 啊，小奖，我该不会全部都小奖吧？这个菇头啊，好吧，香菇，香菇小少年，好，都是小奖完了，小奖剩五个是不是？完了，小奖齐了，哎，赚到小奖哎，哭啊！完了，最后一个小奖来了，谢谢，小奖毕业。认真吗？最后这四个是怎样？米菲波、米菲多，太扯了！这是什么几率啊？哦，这有大奖，这有大奖，这个特效。我记得他那个一个爪盒，那个应该是绿色的，应该说木属性的二奖，好吧，至少。哎，这一次的抽卡机是不是坏啦？连四张小奖，四张一样的哎，二十抽才一张，这些是骗钱呐、啊，严重怀疑。我要唱凉凉哦，哎，不要不要凉，再一个二奖就好了，反正我这次也没有想要抽复制的。哎，不是，毒性之弹，他那个木的二奖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有个 new 哦，有希望哦，该不会35抽就毕业吧？谢谢各位，好，那我已经满足了。喂、欸，这一抽不错嘛，复制人也不错嘛，有时候复制人也可以啦。哎呀，这次如果说这个。两个二奖其实都可以复制，都可以复制，他们技能都算是当队员不错哎、欸，火的，哎、欸，我是红爱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后面起飞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不可以抽到六张红爱，然后就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六张红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整。红爱开不完，我们现在已经几张了、欸？其实我们可以再换一张，哎，已经五张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四张还是五张嘞？哎、欸，其实这样已经够了。保底我们也差，反正那也是两抽之内的事。反正我觉得在保底之前有抽到二奖，就已经对我来讲算是最大的福音了。如果他一直死卡着一个二奖不出，那个最毒烂，好吧？那我觉得这样结局已经不错了。赞啦！保底保底，看一下保底的特效，一趴大奖。哦哦，他只能一次特效，抽到紫色就代表你中了大奖了。哦，好，结束。我觉得这35抽不错。